大家好，我是从新竹来台北参加乐模的模拟考试，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一起考模拟考试，就有像在模拟学车的感觉。我觉得老师出的考卷都很有水准，很有参考价值，所以推荐大家来参考乐模，推荐大家在考试前一定要来参加乐模。